好，大家早晨，大家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二章。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更加通透。读罗马书的时候能够读得更加通透。昨天我们讲到第一章，我给的标题是神对不虔不义的愤怒。昨天我们读第一章，我给的标题是神对不虔不义的愤怒。这里一路去到第三章都是讲神的愤怒。这里一直到第三章都是讲神的愤怒。今天会继续是第二章。今天我给的标题是神愤怒无边的报应。今天我给他的标题是神愤怒无边的报应。无边是第十一节，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就是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神愤怒无边的报应。对了，是神的愤怒是临到每个人，神的愤怒临到每一个人，神对每个人的报应也都临到每一个人，神对每个人的报应也临到每个人。神施行他的愤怒报应的原则是怎样？神施行他愤怒报应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无偏的，是无偏的。我们来看第二章，我将这章圣经分为四个段落了。我把这章圣经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第一段，神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第六节，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就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无偏的，是无偏的，不偏待人的神，不偏待人的神。咁呢度我哋嚟睇一节至第十一节。我们看一到十一节。首先一至五节咧，佢叫我哋咧系唔好论断人。一到五节，他叫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人即系唔好系判断啦，唔好审判人。就是不要审判人，不要对别人有任何的审判，不要对别人有任何的审判。你这论断人的，你这质询别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是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其实他是指每一个人，特别是指犹太人。他是指每个人，也特别是指犹太人。不要论断外邦人，不要论断外邦人，你不要去审判外邦人，你不要审判外邦人。我们要记住，这封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嘛，我们要记住这封信是写给罗马的信徒的。入边有好多嘅外邦人，里面有很多外邦人，亦都有犹太人，也有犹太人。呢封信就写俾呢外邦人同埋犹太人。这封信就写给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即系犹太人，你唔好论断外邦人。犹太人，你们不要论断外邦人。啊，我话你系边个咧？他说你是谁？你系边个啊？你是谁？你系犹太人，你就可以论断人咩？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论断人吗？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自己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有罪。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有罪。因为你做不到啊，因为你做不到，因为你论断人的，你自己都做不到。你论断人的事情，你自己做不到。这里其实已经包含了后面那三段要讲的东西。这里已经包括了后面三段所讲的。一会讲到大家就知道。等一下我讲到。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论断人。不要你以自己是犹太人，你就可以论断人。你自己所做的和别人所行的一样。你自己所做的和别人所做的一样。所以你说人这样是有罪，你自己都是有罪。你说别人这样有罪，你自己也有罪。你定人有罪，你都定自己的罪。你定别人有罪，你也定自己的罪。无论外邦人、犹太人，你所行的都一样。无论外邦人、犹太人，你们所行的都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神是按照你所论断的来
在真理里面来审判你。神是按着你所论断的，在真理里面审判你。你定人有罪，神都定你有罪。你定人有罪，神也定你有罪。哇，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丧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恩慈是令你悔改呢？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容忍、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这里指是你这样说，你是藐视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这里讲，就你这样说是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你这样做，你是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你这样做，你不能逃脱神的审判。神给你这个丰富恩慈，其实是指他的律法。神这里指丰富恩慈是他的律法，是指神对他们的带领，是指神对他们的带领。其实这一切都是叫你们悔改的，这一切是叫你们悔改的。但你们任着你刚硬的心不悔改，却积蓄神的愤怒。但是你竟凭你的刚硬的心不悔改，你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审判、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以致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神会怎么审判呢？那神会怎么审判呢？他说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恒心恒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扭坏之福的，就要永生报应他；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要愤怒怒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呢，是会按照各人的行为这样去报应各人。神的审判、愤怒是按照个人的行为这样来报应个人，所以不是看你是谁来的，不是看你是谁呀、而是看你所行的，而是看你所行的。你做得怎样呢？你做得怎么样？你自己做不到，你就说人家，你自己做不到还说人家。你以为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吗？你以为你是犹太人就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吗？不是的，不是的，神是照他每人的行为去报应各人。神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如果一个人呢，恒心恒善的，求荣耀的，如果一个人恒心行求行荣耀尊贵，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扭坏之福，不能朽坏之福的，他就有永生，他就有永生。不是你是犹太人，你就有永生，不是你是犹太人，你就有永生。你是要有生命啊！你是要有生命，你要恒心恒善，你要恒心行善。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要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一切的患难困苦给他，把一切患难困苦给他。神的报应临到，神的报应临到。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把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不理你是犹太人定什么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什么人，你行不义，你行不义，不虔不义，不虔不义，神会按照你的不虔不义来报应你。神会按照你的不虔不义来报应你。如果你行是追求永生之福的，如果你行善追求永生之福的，荣耀尊贵的，荣耀尊贵的，神就以永生来报应你。神就以永生来报应你。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希利尼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无论是报应或者是赏赐呢，无论是报应或者赏赐，都是公平的，都是公平的。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第九节第十节就重复两次。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九、第十节，十节就是重复，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患难困苦加俾一切作恶嘅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嘅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对每个人的报应，神对每个人的报应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是寻求良善的，如果一个人寻求良善，永生的神就永生之福赐给他。一个人寻求良善永生，有神就把永生给他。如果一个人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如果一个人结党不顺从真理，反去跟从这个不义的，反去跟从不义的，神就将一切的困苦加给他，神就把一切困苦加给他，用患难困苦来报应他，以患难困苦来报应他。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的愤怒是无偏的，神的愤怒是无偏的。神对人的报应，无论是祝福同埋系愤怒咧，都系无偏嘅。神对个人的报应，无论是祝福还是愤怒，都是无偏的。呢个系神审判嗰个原则。这个是神审判的原则。系神对人人得嘅时候，人做错嘅时候，神嘅愤怒临到咧系无偏，系每一个人都一样。犹太人如是。外邦人亦都一样。人不行的时候，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是无偏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犹太人有咩问题咧？那犹太人有什么问题呢？犹太人佢哋就讲我哋有律法噶。犹太人就觉得我有律法。但系保罗就同我哋讲第二段。保罗就第二段跟他们讲。第十二节至到十六节。十二到十六节。拥有律法。不能免除神的愤怒，拥有律法不能免除神的愤怒。神是按照人的行为来报应，神是按照行为来，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不是你有律法你就可以免除，不是说你有律法就可以免除。不是你有律法你就一定有永生，不是你有律法就一定有永生。无论你做得怎样都是因为你有律法你就可以除去神的愤怒。不是你做的怎么样，因为你有律法就可以除去免除神的愤怒。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呢，我们要注意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一个括弧来的。十二到十六节要留意，十三到十五节是在一个括号当中，即是他是解释一些东西，就在解释一些事。其实很重要的呢就是第十二节和十六节。而很重要的就是十二节和十六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审判，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在这里我的福音，这里说我的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其他人所传的福音，不是别人所传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和其他人所传的福音是有不一样的，保罗所传的和别人所传的有不一样。其他人所传的福音，别人所传的，其实他不是传一个神是不偏待人的，别人所传的不是一个传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们传的是神偏待人，他们所传的是讲神偏待人，神偏待犹太人，神偏待犹太人。犹太人有很多可夸的地方，犹太人有很多可夸的地方。犹太人是有特权的，犹太人是有特权的。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但是保罗说不是。保罗所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保罗所传的在这里看见，神是不偏待人，神是不偏待人的。那对犹太人来说，律法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讲律法很重要，几千年的律法，
几千年的律法，难道咩用都冇咩？难道没有任何用处吗？所以犹太人咧觉得，神对佢哋嘅审判咧，佢哋有律法咧去挡住。所以犹太人觉得神对他们的审判中间有律法挡住。但系保罗就同你讲啦。那保罗就跟他们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呢度系指紧外邦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这里是外邦人，就唔喺律法入边啦。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犹太人就喺律法以下。犹太人就在律法以下。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我哋和合本翻得有啲嘅含糊啦。这里和合本翻译有点含糊，即系如果我哋冇律法犯咗罪咧，就没有律法犯了罪。不按律法灭亡，不按律法灭亡，即系唔会按照住律法咧去所嘅审判叫我哋灭亡。不是按着律法的审判叫我们灭亡。凡喺律法下犯咗罪咧，就必按律法受审，咁即系灭亡啦。凡在律法下犯了罪，就按着律法受审，就灭亡了。系咪啊？和本嘅翻译就系和本是这样翻的，但系佢原文咧。是有少少出入的呢、这个翻译，但跟原文是有一点点出入啊。我的翻译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我的翻译就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没有律法也灭亡，没有律法也灭亡。啊，将嗰个楷翻成也，把那个楷就是希腊文就翻译成也，没有律法也灭亡，没有律法也灭亡，即系你。冇律法啦，你虽然冇律法，你犯咗罪啦。就是你没有律法，你犯了罪。冇律法守住你，话你有罪，你都灭亡噶。没有律法守住你，说你有罪，你也灭亡啊。系唔系话我翻去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其实都系灭亡嘅意思。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其实也是灭亡。所以我即系翻去没有律法也灭亡。所以我把它直译成没有律法也灭亡。犯罪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不按律法受审，不按律法，因为没有律法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但亦都会灭亡，但也会灭亡，因为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因为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咁中间括弧咧就解释啦。那中间括号，不过我先解释咗十六节啦。我先解释十六节，再解释括号。就在耶稣。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保罗喺呢度指出佢所传嘅同其他人唔同。这里保罗指出他所传的跟别人传的不一样。其实呢个系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咧，照系俾佢嘅福音同佢咁样讲。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是照着他所传的福音这样讲。我相信使徒保罗去系真系读好多书啦。我相信使徒保罗真的读很多书，受好多教训啦，受很多教训，即系比其他嘅使徒都强啊。就这方面，比其他使徒都强。佢又系亲自嘅，系神。复活主向佢显现啦，那而且复活主亲自的向他显现。佢有一段嘅时间又去咗阿拉伯嗰个地方去，即系眯埋起嚟去寻求啊。有一段时间，他也去了阿拉伯那个地方躲起来，在那边寻求。佢又系被神提到三层天啦，他又被神去到乐园入边，提到三重天，在神的乐园里面，系神又特别。将个福音托付俾佢，叫佢传俾外邦人。是神把福音托付，特意托付给他，让他做外邦人的光。佢所领受嘅福音咧，佢真系从耶稣直接领受。他所领受的福音，真的是从耶稣直接领受的。系同其他特别系，守律法嘅，守国礼嘅嗰啲嘅犹太人唔同。他和其他的那些守律法、守割礼的犹太人不一样。他所睇嘅真系福音嘅真意。他所看的是福音的真意，而唔系律法嘅条文，而不是律法的条文。佢喺呢个地方话：如果一个人冇律法咧，
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律法，他面对审判呢，他面对审判，他犯了罪呢，他犯了罪，他面对审判，他面对审判，亦都会灭亡，他也会灭亡。如果一个人有律法呢，如果一个人有律法，他犯了罪，犯了律法，他犯了罪，犯了律法，亦都会按照律法审判，那就按着律法审判。所以按照律法审判一样是灭亡，所以按照律法审判也是灭亡，不按律法审判亦都是灭亡，不按律法审判也是灭亡。因为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他括弧里面就解释了，他括号里面就解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在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行义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这个为义称义在罗马书来讲是很不容易解释的，这里的为义称义在罗马书很难解释，就是按照字面解释就是没有罪了，按字面解释就是无罪了。如果按照整个罗马书来看，这个义其实就是耶稣的义，按整个罗马书来看，这个义就是耶稣的义，就是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呢，你就有神的公义，或者你无罪。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就有神的公义或者无罪，乃是你行律法的你先至是公义的，乃是行律法的你才是公义的，是被神称为义，是被神称为义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明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就是他们的良心去作见证，他们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同作见证。其实保罗说的神给人有良心，就是保罗在讲神给人有良心，律法就刻在人的心里，律法就刻在人心里面。虽然外邦人他们没有领受律法，虽然外邦人没有领受律法，但是神给他们良心，但是神给他们有良心。他如果做事他对得起他的良心，如果他做事对得起他的良心，他是在律法里面的东西，他是在行律法的东西，神就称他为义，神就称他为义。如果他违背他的良心，如果他违背他的良心，因为律法刻在他良心里面，因为律法是刻在他的良心上，他如果违背他的良心，就是违背律法了。如果他违背他的良心，就是违背律法，他就被定为有罪，他就被定为有罪。所以不是我们，不是说犹太人有律法，你就可以除去神的愤怒，不是说犹太人你们有律法就可以除去神的愤怒。外邦人亦都系啊，外邦人亦都系冇律法咧，亦都唔可以，因为你冇律法，你就唔会被审判。外邦人也是，不会因为你没有律法就不受审判。今日我哋都系啦，我们今天也是。其实今日我哋整个香港都系。其实我们今天整个香港，全世界都系，全世界都是。我哋冇律，唔系每个地方咧都有都有福音传道。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福音传道，或者说是今天神对大地的审判临到犹太人，也都临到外邦人，或者说神对大地的审判是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临到全地，临到全地，就不是说我犹太人就可以免除，不是说犹太人就可以免除，也都临到每一间教会，也临到每一间教会。唔系话我哋系教会，我哋就会免除呢一个瘟疫嘅威胁。不是说我们是教会，我们就免除瘟疫的威胁，就会免除神嘅愤怒。就是免除神的愤怒。唔系啊，不是，唔系因为我哋系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是教会。亦都唔系因为我哋系基督徒，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哋就一定唔会中招，我们就一定不会中招。呢度第三段讲十七至二十四节咧，十七到二十四节第三段，犹太人嘅身份，犹太人的身份不能免除神嘅愤怒，不能免除神的愤怒。十七到廿四节咧，佢话十七到二十四，我哋好容易错过咗。第一句啊，你称为犹太人，我们很容易错过第一句，就你称为犹太人。
咁佢一下就立過去啦，一下就跳過去了，就話啊，你哋自即係你稱為猶太人。哦，你們稱為猶太人，即係你嘅 name 係猶太人。你們的名字，你們的 name 是猶太人。你自稱你 name 你自己係猶太人。你 name yourself 猶太人。你倚靠律法。你倚靠律法。又指住神夸口。又指着神夸口。晓得神嘅旨意。晓得神的旨意。能分别是非。又能分辨是非。其实是指紧佢哋咧，以自己系犹太人夸口，就是说他们是自以犹太人夸口。前面佢就有律法夸口，前面是以律法夸口。嗱，现在咧就更夸口自己系犹太人。现在更加夸口自己是犹太人。啊，我又有律法啦，我仲系犹太人。我有律法，我还是犹太人。可以指住神嚟夸口，可以指着神夸口。你好知道神嘅旨意。就我很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咧喺律法入边受咗教训啦，律法话让我知道神嘅旨意啦。因为在律法下受了教训，知道神的旨意了，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分别是非。你哋咧就有咁嘅身份啦，你们就有这样的身份。你既然系犹太人，你既然是犹太人，哇！你又拥有律法，你又有又知道神嘅旨意，又知道神的旨意，又懂得分辨是非，又懂得分辨是非，你就系好犀利啦。你就好像很厉害了，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是很有身份地位啊！你很有身份地位。你是犹太人来的。你是犹太人。哇，犹太人几熟圣经。犹太人多么熟圣经。多么晓得神的心意。多么晓得神的心意。是外邦人的老师来的。是外邦的老师。是瞎子领路啊。是瞎子领路。哇，很多很多很多很有privilege 的身份在他身上。很多很多很有那个优越性的这个身份。有知识和真理的 form。有知识和真理的 form 模范，哇！什么都是从你们来的，什么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保罗就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么？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么？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么？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秒钟偶像秒钟的物么？你既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别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是偷窃庙里面的东西吗？有这一切的身份、地位、律法等等等，有这一切的身份、律法、地位等等，以为自己很厉害，你以为自己很厉害，就要教导人，就去教导人，带领人，带领人，但你自己同样，但是你自己同样的，你叫人做，你叫人做。自己又做不到，自己又做不到，叫人不要做的事，叫人不可做的事，你自己又去做，你自己又去做。你这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你自己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被你们亵渎，神的名被你亵渎。犹太人的身份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犹太人的身份不可免去神的愤怒。还有最后一样，犹太人所靠的，还有最后一样，犹太人所靠的肉身的割礼，肉身的割礼，肉身的割礼也都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肉身的割礼也不能免去神的愤怒。就是25节至29节第四段所说，就是第四段25到29节所说，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算得割礼。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如果你是遵行律法的，如果你是遵行律法的，你是追求永生，你是追求永生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如果你是犯律法的，
如果你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算得割礼，你的割礼就算是割礼。所以这里使徒保罗讲的是真割礼，所以使徒保罗这里讲真割礼，定是入面的割礼，定是和出面的割礼的分别，是里面的割礼和外面的割礼的分别。真是心中遵守律法的，真的是心中遵守律法的，你外面的割礼才算是真割礼，你外面的割礼才算真割礼。如果你外面受了割礼，如果你外面受了割礼，你却是不遵守律法呢？你确实不遵守律法，你是犯律法呢？触犯律法呢？你还是触犯律法，你的割礼都不算割礼，你的割礼也不算割礼。肉身的割礼不能够叫你免去神的愤怒，肉身的割礼不能叫你免去神的愤怒。我跳到第二十九节，我跳到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移民，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移民，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唯有真的去遵守律法，唯有真的去遵守律法，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你先至是你在这个心里面去行，你在你心里面去遵守律法了，是遵守律法、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 也是心里的，也是心里的，即是在心里的，就是在心里的，不是讲外表你拥有什么，不是讲外表你拥有，你外表拥有律法，拥有犹太人的身份，你外面拥有律法，拥有犹太人的身份，又拥有又行了割礼，又行了割礼，这些都是外表，这一切都是外表的。保罗讲的是你的生命，心里其实就是生命。保罗讲的，你的心里面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不是真是做个犹太人呢？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是真犹太人？真是人的教师？真是人的教师？真是引领瞎子？真的是引领瞎子？还是你自己什么都看不到？还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心里面有没有真的去受割礼呢？你心里面有没有真的受割礼？割礼是跟神立约啊，割礼是与神立约，你是去顺服神，相信神，你去顺服神，相信神，遵行神一切的话，遵行神，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割礼不是亚伯拉罕传来割礼，我割了我就是得救，不是这样。割礼不是从亚伯拉罕来，我受了割礼我就得救了。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他说真割礼也是心里，是在乎灵不在乎移民，在乎灵不在乎移民，是属灵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对于人来讲，就对人来讲，这个称赞呢是从神来的，这 人的称赞不是人来的，是神来的。即是这人的称赞，这人的称赞是of whom， 就是是从谁呢？即是对于这个人的称赞，是对于这个人的称赞。我们将这人的其实有少少是个 case 不同，就是这个人对这个人的称赞是一个受词，你是对于这个人的称赞，是对于这个人的称赞，说他是一个真犹太人，说他是真犹太人，或者他有真割礼，或者说他有真割礼，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因为不是在乎移民，因为不在乎移民，是在乎灵，是在乎灵，在乎生命，在乎生命。今天我们是听第二章，今天我们看了第二章，神的愤怒是无边的，神的愤怒是无偏的，他是报应每一个人，他是报应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面对香港，全世界都面对这样的状况，今天我们香港面对，全世界也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不是靠着以为我们拥有圣经，不是靠着以为哦，我们拥有圣经就可以免除瘟疫的攻击，就可以免除瘟疫的攻击。所以
讲下笑啫吓。我嚟讲笑。即系唔好你一路咁样攞住本圣经啊，就去啲瘟疫所到嘅地方，咁你以为就 OK 啦？不是你拿着圣经到瘟疫所在的地方，你觉得 你一定可以？有啲基督徒系咁噶。有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喺佢揸车嘅。他开车。佢将圣经咧放喺个车入边嘅车头。把圣经放在那个车的前面。以为就保平安，以为就保平安，但是不守交通规则一样是会出事。你不守交通规则，你还是会出事。明唔明白？明白吗？唔好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不要自以为是基督徒。吓、啊，却系冇基督徒嘅生命，却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唔认罪悔改，不认罪悔改，以为基督徒就可以喺呢一个瘟疫嘅日子咧。是加分可以免除瘟疫，以为基督徒在这瘟疫的日子可以加分免除瘟疫，不要以为自己洗了礼了，不要自以为、哦、我洗礼了，我就加分就可以免除神的愤怒，我就可以加分免除神的愤怒。不是、啊、在这个瘟疫的日子，不是在这瘟疫的日子，我们真的要相信神，我们真的是要相信神，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相信神，相信神，将自己伏喺基督下边，把自己伏在基督下面，唔系表面嘅，不是表面的，而从心里，是从心里面，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主，信福音，信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圣经，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又洗了礼，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说我有圣经，我已经信了，受洗了，那我没有一个真的信心，我们都不能够免除神的愤怒，我们也不能免除神的愤怒。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Amen, Amen。You're worthy, Lord. Come to worship you. For He is worthy, oh, praise for He is Lord. Let us worship Him. Who was and is to come. Every
goodness draws us close to you. Jesus, your mercy. Your mercy calls us to be more like you, God. We thank you, Lord. You awaken us every morning, God, to come before you and to praise your name, Lord, in this place. You are good.
We praise you, Lord. We praise you. For those that are on site and watching online, I just want you to put your hand upon your chest. Say, G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day the word says, for God does not show favoritism. God does not show favoritism. 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信神不偏待人？ Do I believe that or I doubt? Do I really trust that God would not show favoritism? Or I say, God, 你成日都偏心边个，偏心边个？在教会的服侍的人，你会不会觉得神偏心其他人？你有没有觉得权柄，权柄是神的，在地上的代表，你有没有觉得权柄好偏心？其实当你讲权柄好偏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说神你好偏心，你会偏待某某，因为他有什么，因为他是谁。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自己，我是不是这样觉得？我是不是这样信？我是不是以为，一直以为神没有看见我，神只看见某个某个人，神只看见某类某类的人，却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我们落在一个这样的自怜，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或者一个负面的想法，成日环绕你的，我们先为到自己在神面前，按着今天的话语，我们再一次问自己，我可不可以相信神是不偏待人的？我可不可以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神你饶恕我，赦免我，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你偏心。我成日觉得你只是看到其他的人，就是没看到我。我里面充满的是比较，我里面充满的是嫉妒，我里面充满的很多自己的不平。无论你是线上的还是同工，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中的问题，我们就跪在地上，我们向神来先认罪。我们听了很多的真理，但是我们不信。我们识唱 God you are good， 但我们其实不相信神对我们好。我们不相信神公平、公义、怜悯每一个，他的怜悯是无边际的，是无条件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开口认罪，求神来扭转我们的心，再一次求圣灵来 touch 我们的心，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从一切的弯曲，从一切的苦毒，从一切的自怜里面扶正矫正。特别你对权柄有很多的不满的，或者对你的小组长、族长有很多的不满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向神来承认这些的不满，
其实背后就是觉得神不公平、不公义，觉得神偏待、偏心。主，我们要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承认主要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主，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不公平，为什么对别人比较好，但是我们却有这样的遭遇，甚至面对权柄，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埋怨，很多很多的批评论断。不管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管，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小组长，甚至我们的配偶，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口中的来敬拜你、赞美你是好的神，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言语，我们也常常的来埋怨、抱怨，甚至来批评你、论断你、埋怨你，没有把你当作我们的神，一味的以为你偏心、你不公平。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这样就是在藐视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不要让我们因着心不悔改，甚至积蓄我们的愤怒，以至于你进入你要显你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来报应，按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不偏待人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是不偏待人的，你是不偏待我们的。主啊，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今天回转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定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必有你的美意，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能够恒心的行善。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荣耀、你的尊贵，还有一切不能朽坏的福。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不定睛在其他人的身上，让我们单单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你对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将你的荣耀、尊贵、平安加给我们。主，我们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清洁的心，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真实。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不断透过罗马书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跟我们说，你称为犹太人，你称为基督徒，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主啊，但你跟我们说，主，我们是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我邀请我们一起去到为到自己去到认罪。我们身为传道人，身为利未人，身为基督徒，甚至在神里面每日每日读神的圣经，但我们好像瞎子领路一样。圣灵，我欢迎你来到整个会堂里面，甚至线上所有的弟兄姊妹。圣灵，你光照我们内心。主啊，我们里面歪了。主啊，甚至我们里面有偷窃，偷窃神的时间。主，我们教导人，但我们是做不到。我们一起的开声，向到神面前去到认罪悔改。常常去教训别人，但是我们却不教训我们自己，不给我们自己有地步。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仗着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有某种的地位，可以去教人，可以去带领人，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很多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我们还要求别人去做。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活出你的圣洁。主，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真实。主，你让我们知道，不是仗着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能够免去你的愤怒。主，我们知道你是按着我们的报应，按着我们的赏赐，你来，你来，主，你来，你来审判我们的。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真实实的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活出你的真实，我们要活出你的真理。主，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主，我们感谢你。Amen。
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饶恕我们每一个。主，我们都代表香港人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夸口的一群。我们在各方面我们都会夸口。主，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在你审判的日子，主，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全悔改的心。主，我们作为一群祭司利未人，我们今天早上跪在神面前，主，也都代表香港向你祈求。主，你是不偏待人的。主，我们知道你会按我们各人的行为报应。主，我们承认我们犯罪得罪你，我们代表香港人承认我们犯罪得罪神。主，我们为自己积蓄愤怒。主，但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不信的一群，是一群自夸的、骄傲的。主，求你来赦免。主，求你来赦免，叫我们真的知道在你面前你是有福音为我们传流的。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主，我们相信你，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是悔改来认罪，代表香港来悔改认罪。求你赦免，求你赦免，求你施恩，求你施恩。主，按住你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来拯救一切相信你的，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瘟疫，拯救香港来脱离这个瘟疫，脱离这个瘟疫。主，我们在你面前想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奉在你福音的大能以下。主，我们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是被你拯救的，是在你的怜悯之下的。主，求你来施恩帮助我们。主，也都在这个时候叫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成为一个真的将福音传到在香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以人必因信得生。当我们伏在基督下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以人必因信得生，叫我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叫我们有这个永恒生命的盼望。主，我们相信你。我们一起再次站立在神面前来宣告，在心里面来宣告，在心里面。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呼求神的荣耀、尊贵、平安加给
在香港一切信祂的，一切寻求神的人，我们同声开口为香港的疫情来祷告。今天最新的措施已经实行，这个强加紧的措施已经生效，我们祈祷这个疫情不要再 worse， 这个疫情不要再 worse，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支取神的恩典，荣耀尊贵平安。为你所居住的大厦，为你所你的亲人居住的大厦来祷告，为每一香港的这些的十八区来祷告，为香港的十八区来祷告，主你止息一切的社区的这个的疫情，止息一切社区的蔓延，止息一切社区的爆发，主啊你止息，主你的恩慈临到我们，主啊你是怜悯的神，怜悯的神，你的怜悯因此临到香港，主我们多谢你，求你施恩，求你怜悯，奉耶稣的名。在现场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起手来领受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在瘟疫的日子，神的平安紧紧跟随你。我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你要永远记得，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要坚定相信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在他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孩子，如果你现在艰难当中，要紧紧抓住神的公义跟公平，不是为自己伸冤，乃是神要按着他的时间表，他要为你伸冤。我更奉耶稣的名，将神的话语刻印在你的心板上，你的心被神的灵来行割礼，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活在光中，活在真实中，活在神的真理中。我更奉耶稣名宣告，你的口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以至于你的口中没有任何审判神、审判别人、审判自己的话语。你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甜水，你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滋润人的心，你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都给别人的生命带来滋润，带来医治，带来喜乐，带来平安，带来盼望。我更奉耶稣名来祝福你，不做别人生命的审判官，因为审判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听凭主怒，听凭主怒。我奉耶稣名祝福你，在主的爱中你满有信心，在主的爱中你满有平安，在主的爱中你满有稳妥，在主的爱中你真相信该还给你的公义公平，在神所定的时间表当中，神必加倍的补还给你，因为神是爱你的神。我奉耶稣名祝福你，随时随刻都在你的灵里，你真知这是一个末后的时刻，这是一个末后的时刻，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以至于你跟我都一起在主的里面警醒的过我们的每一天。我奉耶稣名大大的祝福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